大家好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的超级报报，我是依兰。咱现场访问的是台安医院的脑脊髓神经内科主任林冠宏医师，要来跟我们聊一下了，这是睡眠呼吸中止障碍。冠宏医师，搞炸搞炸，大家听众搞炸是齁，这个讲到睡眠呼吸中止障碍，近近有一个新闻，这好算的，就说这个土豪哥啦，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这土豪哥，好像说他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，我看那个推挡干嘛？好像有可能哈，对哦，所以其实应该很多人其实都有，只是这个症状的轻微或者是严重哈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说症状很严重很严重哈，那当然那可能就要马上去看医生了。可是有些人从小征兆弄在哦，这个症头哈，就是很严重很严重，有的人嘛没去看医生。你有因为大家就感觉讲在做正常的啊，你有度过说偌严重诶？就困到一半未喘气啊！困到一半未喘气，这其实做普遍的。你有当下你去注意看一个人困哦，你不然咱看拢是枕边人啊，但是你要去露营的看做侪啦，露营吼，就大家去边啊讲，边啊讲。哎，你看迄个讲的时阵吼，就是去困到一半的时阵，就开始喘气都停起来。哎呦！然后停起来了，就开始走啊，20秒、30秒，拢无呼吸哦。啊，了就开始去家己知影无？唔知，家己唔知。对啊。所以那是讲伫半暝时阵，我家己未喘气时阵，我家己唔知。唔知。不会惊醒吗？足少诶，足少会惊醒。会不会就这样子未喘气之后就缺氧？有可能吗？哎呀，嘛有可能。这不是足大条的代志。是啊。所以其实按那来看病做少呢，因为大家拢感觉还比较紧啊。对啊，因为家己唔知影啦。真的当然这种缺氧吼，伊袂讲和你缺氧到讲马上爱上119啦。但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安尼过去，变慢性的一阵的缺氧，引起一个镜头就是高血压啦。所以这种情形和高血压有关系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听众有兴趣吼，特别关心你身边的人啊，对，这些镜头吼，还是爱当真正做严重来找医生啦，但是也无做严重吼，我等下教大家一个撇步啦，看是不是？你先卖讲，我想讲这，今下来讲这啊，大家讲到就阿伯就是叫大家去病院，大家听下大家病院啦。我是感觉讲，还是要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对咱解决这个问题，安尼上好。是吼啊，不过冠宏医师安尼啦吼，就讲冰胸心，有什么症状可以让我知道？比方说我的枕边人，还是讲我兄弟姐妹拢有，就是暗时啊较有嘛，所以你袂当问家己啦，你家己唔知影，一定爱问，对，一定爱问含你有困过啊，困过啦。讲因拢讲，你这个症问题吼，大刚的发生，我想也是爱特别注意。比如讲你的伴侣啦，还是讲恁囡仔讲啊，爸爸妈妈你有够菜，对，安尼。第二就是爱看平常时家己是不是，因为这种镜头吼，有一挂外形的特征，土星他妈讲的土豪哥伊的所有的特征。腰围翘鬼，阿妈棍筋做对，脖子比较短，对，万一你够高血压，你大概拢有啊。完了，我怎么好觉得我好像是高危险群？但是你阿伯发生高血压，进前安内当自己瓜处理，你当好医疗高血压唔当发生。所以等一下，医师你度假工，比如讲体型外形，那是讲瘦的人，比如讲我有熟识啊，就瘦的人三个，拜托一。暗时讲我讲吼，隔壁水泥墙拢听有呢。所以我们讲这外形的参考不是绝对的嘛。是讲有一挂人嘛是唔是安尼，但是伊的喉咙的一挂结构特别较特别。是所以伊的嘛引起安尼情形。所以这唔是讲我什么生活习惯无好啦，还是讲我什么我食歹物件啦，还是讲我这个抽烟啦、饮酒啦，这有关系不？有，但是这吼。这做派有一个结论啦，你讲食薰有关系无？因为食薰会引起安尼脑吼一寡较大啦、较缩啦，还是你有可能啦。但是这部分你啊，啥物代志拢讲有可能，就是拢无可能的意思。所以我也是他妈也是爱找一寡直接看会到的。是所以你啊讲真正
诶，这个处理人带你讲你有这个问题，安尼你得爱动作有了，因为这家己无法度发现的。对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要怎么样的诶，安怎讲啊？哈，是跟他咕咕咕，诶，这个算吗？还是咕？不是有什么应该是安尼讲啦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即、這个有即个声，讲的即个声吼，伊、只是一个气流经过安尼然后引起一个共鸣。你即马讲话嘛是爱有共鸣啊，无、你无有，你袂有即个讲话声音出来。啊，即卖就是暗时啊，时阵你袂特别安尼讲话，但是伊等嘛是爱喘气啊，伊经过一个经过一个山洞，哎、就是有迄个声。啊，山洞会有回声呐、啊，安尼震动，迄气管安尼震动的时阵，就是讲一声，但是讲无代表你有睡眠呼吸终止。是，啊，那要怎么样才确认？呼吸终止就是真正边人有带你用码表咧算。啊！你终止多久？你啊，终止三十秒、几分钟，安尼当然就是。所以在医学上面好，安尼讲好啊。可能比如讲以前我就讲爸爸讲，爸爸，你有你暗时讲，我爸拢无相信，我偷偷改录音。好，那我可以，也许可以透过录音来知道說。今麦可以当录音呢？录音啊，嘿 啊，你来录起来，你看今麦拢无穿鬼，你刚刚放一个棉花，还是放一个卫生纸头前？你看你拢无去？真是的呢。这也可以来实验一下。我有当下就便宜的就安尼走啊，换衣服咧穿鬼不穿。所以就请迄个病患来困安尼，请病患来睡觉。对对对对，哎、我就到一个机器，一个一个鼻腔呀，啊，就一个侦测一个流量，是啊，流量大小，哎，所以伫医学上面，医学顶头大概是几秒，安尼算讲是睡眠呼吸终止障碍安尼。其实吼，这个几秒吼，目前无定义出来了、因为吼、你几秒会当喘气，会当进气啊，让你袂有缺氧，这出牌是，每只拢无款无同款，无同款。你坐在山顶，坐在山卡都无同款。所以我想主要就是唔通吼，这个时间还是这个情形引起你身体的负担啦。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讲的高血压就是安尼，因为我看的是结果啊，我唔是看这个过程。你个过程，你也有法度用一寡简单的话去解决，让你袂话变迄个结果安尼就好啊。好啊，有当时阵有人讲吼，比如讲这个进前嘛，我记得网络啦吼，就讲什么囡仔细汉的时阵关系讲用嘴安尼喘气有无吼，用嘴巴呼吸，所以我妈妈就用迄个胶布有无吼，啊，把囡仔的这个嘴吼打起来。睡被困的时阵打起来呢哈啊，是不是说这个以后如果说比较习惯用嘴巴来呼吸的比较容易，还是说怎么样呢？我想哈、大家不这是绝对袂当鼓励啦，这有危险性啊！对对对啊，所以我想大家不话大大讲唔通安尼做啦。对啊，啊至于讲你要了解讲先来安尼哈，这是外表，唔是外表看得出来，是因为这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俺睏起了吼，因为姿势的关系，你然后迄块肉吼，迄、个叫做虎头啊，顶关有一个软骨啊，伊会嵌落来、所以嵌落来了啊，无很严重，伊就是声做大声。啊，你啊嵌得做严重，伊就气就无法度过，安就会停起。完全就盖住啊，迄个气流。这是一般的呼吸中止的上普遍的现象啦、嗯。但是讲起来，伊合就是做讨厌，就是。你若要讲啊，做复杂嘛，是会当做复杂，因为这个呼吸吼，伊含不是靠脑一点尔，伊含你控制脑的神经，含你的气管，含你的脑部对迄个喘气的控制拢有关系。所以有可能是脑部的关系吗？对，所以各有一部分就是脑部来，所以脑部来迄是外国人叫做酒神的诅咒啦，就是讲，因为那个以前那个希腊神话，我觉得 Dionysus 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酒神就是讲伊就是。就是不小心去，我记得也丧尸的是宙斯做魔魔仪，啊，这一代在处罚讲，你只要困起，你就袂喘气，所以这种就是中枢型的脑波来，脑波。啊，其实临床上来看哈，这个是中枢型还是周边型，这脑这哈，其实这个比例来讲哈是。拢有啦，而且吼，每一个严重程度阁无同款，阁有混合型的，所以其实按头妈讲的这个喉咙这个吼、我一般来看吼，伊就是差不多占差不多三成四成尔，阁做这是基本都唔知啥物原因，伊就是安尼。所以我想这阿公真正是。要了解吼，还是爱彻底去做检查啦。是，好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这种检查无像是健保的情形吼，大概做一病一做这拢了解。因为你看你做这个检查的病人得一癌呢，
啊，便宜，不是，和你其他名城要得得好呢、啊？哇，从旅馆那里名城要得得好，安尼简单啊、欸？这好像有点占床位、啊。万、欸、爱不是床位个小事，万爱有人只遐看。哦，对啦，还有人当定呢，啊，机器个变省。嗯、哦，所以我想在今麦要做检查，拢阿是医学中心啦。对哦，哈、欸，好啊，这个小丹登来吼，要来邀请到这个冠宏医师哈，继续该来讨论讲这个睡眠这个呼吸中止症哈。是。哎、欸，这个有没有一些，比方说，哎、欸，就度假工有什么自己也可以治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啊，嗯，比方说，那是讲这个困的姿势有差不？哈，这个小丹登也下来问，好，来小丹登来喽。欢迎来超级报报，我是依兰。我们现场访问的是台安医院的这个脑脊髓神经内科主任林冠宏医师，要来跟大家来聊一下说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。医生，刚才我们有说到说这个睡眠陆地度假工中枢型，该会的什么型？周边型，周边型啊，那哈，是那好本身的问题，那好本身嘛哈。呵，啊，那是讲，如果你刚才讲说这个其实每一个人因人而异，可能是这个构造的问题，还是讲生活习惯问题，这个要一一排除，是是对吧？你还可以看医生，你要一一排除哈，或者是说你自己来检查也可以哈。那呵呵，啊，那是讲。如果说跟睡眠的姿势有没有关？比如说，哎、欸，有时候那个卖枕头都跟我讲说、嗯，你这个枕头，哎，你支撑力有高，安暖安暖都安暖哈，啊，你讲哎，较细声还是讲袂讲安呢？是、啊，那个是真的有用吗？有啦，但是我感觉上有路用的哈，其实不是迄个枕头的关系啦，是，嗯、你下困，你下会当侧睡哈、你迄个拿哦，哎，软骨啦，扛起来嘛，别看嘛很麻啦。哦，所以我今仔日的 people 就是爱侧睡。简单，这阿算是问题，就是你困眠的时候，你已经困起来，你变来测试，哎、所以我想你也真正要用枕头来帮来倒三工、哦、我拢打我的患者讲，你爱去准备一个 L 型的枕头啦。L 型，就是按迄个枕头吼、哦，迄、个阿边等等的当靠住你的。迄、个包，迄、个背部啦，背部嘛爱搞掉，就是你爱靠咧啊，另外 L 型的短的那迄、个短的那一头，就是你用两支卡夹掉的啊，啊，你就一定会侧睡啊，是是是，你可以当左边右边互你拣，所以我想你爱当侧睡，你惯习这姿势，迄、个拱的症还是迄、个呼吸中止的症，有可能会改善啦，但是这种困眠的姿势还是针对周边型的啦，对，他妈讲周边型其实占不到一半啦，所以另外一个重点是中枢型，啊，中枢型吼。就是脑部的神经，还是按呢自律神经啊？而且只要含神经有关的，就是做生脑的，对。所以嘛，要做复杂的。所以简单的处理的方法，还是爱好个的困眠。含生活的习惯，爱做固定啦。嗯，你啊，打拢做暗困，还是困眠时间无固定。你的自律神经对你的困眠的控制都无好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你要安怎去控制你喘气的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就做困难。是。所以中枢神经这块，我呢建议一般还是爱，爱做固定的困眠的时间。对啊，另外生活习惯，爱尽量爱，和家己的生活唔能讲有做者突发状况啦。好，这点做医生就做困难。当地就是要用叫起来，对，医生家己拢做袂到啊，是安怎咧？病患爱一定爱做会到。对，但是啊，这个院长的意思。所以我现在吼，大医生就是医生还讲黑色笑话，就是怕病爱陪伴，爱等下八卦，爱就是爱愈怕病，就是爱这个愈来愈管靠，我都免当地的。是吼，这关我医生真的很爱讲笑话哦。啊，不过啦吼，其实安内就讲呵，咱恐吓的时间要到啊吼，就讲哦。一定爱来恐吓讲，拍摄你枕边人，我发现讲，哎呦，那一直讲啊，愈讲愈大声吼，啊，真那是讲，结婚无一档，啊，是安怎讲声是两倍，吼，安尼的时阵吼，那这个就是要特别来注意了吼。呵，啊，那是讲，你小看有讲的时阵吼，啊，一直告你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，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引发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啊？其实我感觉你的困眠啊，困无好势吼、影响是足大啦。对，系他妈讲的高血压是较有证据，因为我家己有去做尿气压实验，就是安尼做的。哦，你尿气压暗时啊吼，特别打一罐二氧化氮的，就是。尿气压买讲哦。无啊，因为是我调工的啊，我大伊个氧气抽掉啊，啊一樽一樽安尼，安尼，但是我这时啊，结果就是讲吼，你也好一滴吼，拢是低氧的，就是、有点缺氧哦，然后不中断，对啊，那反而不会有问题哦。
它就像高山症，你住在山上，心肺功能会比较好。可是你让它一阵一阵的，五分钟一下，五分钟一下，这个老鼠就会变成高血压老鼠。哎呦，哎，这机制到底是安怎哈？哎，就是安内脑部哈，因为安内缺一阵一阵的缺氧，也自律神经的乱起，哎，迄个肾上腺素分泌较侪，有慢慢的变成高血压。哎，所以这种情况，每次弄来一盖的，就因讲。你点点点点点，你红三分钟、五分钟安尼吼，对对对，啊，三分钟诶，讲一摆啊，这个喘气吼，停三十秒吼，啊，过这个困个这个可能过十分钟了后吼，啊，过诶，过来一盖安尼，所以这种情形。就是高血压卖讲啊，高血压就已经讲啊足清楚啊。现在问题就是，佮有佮有其他的应用啊。哎，佮啥物？哎，比如讲，咱若困眠困了好势，心情也无好啊。心情无好啊，迄部分即即卖做者身心的病拢会出来。啊，什么忧郁症啊？焦虑症。另外就是老人，我即卖阮即科看啊，老人较侪啦。是。啊，困眠无好势，伊会开起来跋倒啊，骨折做者会出来。哎呦，哦，就晃神了呢。所以我想困眠这点吼，也要大家调整好势吼。哎，按他妈讲，迄个侧睡以外吼，重要还是爱。慢慢和家己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困眠的习惯，自律就很重要，生活习惯啦。嗯，啊，另外东西当然就是食物件要注意，唔通食过，伤过刺激的。所以红酒这個、当然你问医生会当食未当食，一点讲未当，但是我家己会食未，我唔知影。医生家己嘛食麻辣锅，医生家己嘛这个食荤。不，我无食荤，但是我一定，我家己的思，家己的生活绝对未当同你透露啦。但是我是大家建议讲尽量唔通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这点，当啊大家了解讲吼，你也大。这个生活够好势，啊，你的困眠自然就会变较正常。好、啊，真正安尼做个无法度，你得爱来病院啦。我想上好的建议是安尼。是吼、哦，医生，哎，这冠宏医生，因为我觉得吼、哦，你比如讲你度假有讲嘛吼，就这样第一类，唔知影家己有。即、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吼，这爱要枕边人吼，是讲伴侣啦、囡仔啦，给你提醒吼。另外你知无？我咧讲的时阵吼，我家迄只狗啊，我到迄只狗跟我困，你知啊？嘛困做伙。另外有当时我发现讲，我咧讲哦，讲较大声的时阵吼，它会嫌吵呢。是。嘿，连我家的狗都嫌我吵，你看看。之后它就直接吼。八门要出去，因为伊干嘛就踩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有时候就想说，奇怪哦，所以买应用的别人啊，对啊，吼，连狗都会应用的哦，所以就讲就是讲，这个是第一个要自己发现啦，哈，那就是说要请别人提醒你哈，啊，第二个就讲。你想看买啲老大人，我讲啊，我年岁才大吼，啥物即个大病、小病，我伫咧找病医吼，歹势，我连即个困眠即件代志，我拢爱去找病医，哦，这感觉就歹呢，而且有没有可能，去开刀啦，还是安怎啦？哦，我就惊爱卖去，到底去医院之后，像这种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，会怎么样来处理咧？一般来处理吼。啊，周边型的吼、哦，确实是会当开刀啦。啊，但是你啊中枢型去开刀就无好过啊，无好过。所以这等同等人就是爱和医生详细去判断啦、啊。啊，但是我想因为安尼。惊去病院吼，安尼就对家己较不利啦。因为我即卖感觉讲，大家来病院，唔是讲来就是爱食药开刀啦。嗯，好、啊，所以我想就是当作去参考一下医生的意见，是啊，调整家己的生活，安尼可能对你蛮有好处啦。嗯嗯嗯。好、啊，所以我想即卖上惊就是拢。戆戆啊过，啊唔知影讲家己有问题，啊结果有一间有问题，所以袂赴来补救，安尼就较无好。嗯，啊，所以阿公真正已经知影有滴个问题，还是互别人反映足久啊。嗯，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当考虑来病医，啊来参考一下医生的意见，安尼可能对大家都有一寡帮忙。是，同我头先讲也免开刀啊，你就是调整姿势就好，调整你的生活，安尼可能买当有一点仔帮忙。嗯，所以我那是讲我去看医生哈，比方讲我就推荐啊，比如讲。我爸爸吼，伊讲就讲较就大声的吼，主持人就安尼吼，一闪闪然后吼，啊好，啊那是讲你可以即马看医生，医生他要在医院待一个晚上，是不是睡一个晚上，是不是？你也要做完整的睡眠的检查是安尼啦，是。好，但是这个我他妈就是讲，一般的病医即马较无法度负担这个检查啦，所以大家要去大间病医较有法度。是。我做法就是爱是病医困起暗啦。嗯但即卖我想问题唔是爱是病医困起啊，问题是爱排足久啦。哦，因为你想这种检查，病医佫较安怎大间嘛，无可能大
来拢会当随着，拢爱排队啦。啊，目前可能爱排三个月半当拢有可能。了解。好，所以我想，我想到病院无一定，就是爱和医生讨论讲，我爱紧来做睡眠的检查啦。嗯嗯。我的建议就是讲，把你的情形造成生活的影响，和医生讨论，安尼可能对你嘛是有帮忙啦。是哈、哦，所以好哈、哦，这个几个步骤哈、哦，第一个步骤哈、哦，来再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哈、哎哦，来第一个步骤。就是爱了解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，嗯哼，阿妹爱好了解嘞，爱问含你困做会啦，啊，第二就是啊，真正有这个问题，第一步就是爱先改变困眠的姿势、所以你啊，困眠的姿势会当拢困侧睡，嗯哼，我想这个有可能会当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啦，嗯哼，啊，第三就是。生活要做调整，是不是会当让困眠的时间拢固定，还是会在要困之前，想要唔通有一挂刺激的物件，比如讲，即、這个食物件要注意啦，好、哦，还是困眠进要困之前啊，有一挂动作会当改变啦，比如讲，比如讲。唔通互家己身体个小起来，这种动作，比如讲洗身躯啦、做运动啊、食物件啦，哎，这对困眠拢较不利啦。对、哦，好啊，上困难的。手机呀、啊。对，上困难就是手机啊和电视。所以要困之前啊，卖用这三 C 产品，我是感觉嘛有较好啦。哦，起码蓝光对这个人的刺激介大。哦，对，目睭影响嘛都大。唔，目睭影响嘛大吼，所以这蓝光这物件，这不知不觉在影响你的健康。对啊，所以安尼以后。目睭慢慢拢会退化了，所以其实以后按人类变外星人一种，免去目睭，去脑波的是。安尼吼，所以吼，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吼，其实会影响你的生活吼，啊特别是讲这断断续续啦吼，啊你三只秒就停一下吼，安尼喘气就无法度来喘气，家己无法度知影啦吼，你的枕边人吼爱提起一下，啊特别是吼，因为安尼这个状况吼，愈来愈久了后哦，可能有隔黑。高血压这问题，对，所以一定要特别来注意哈。今天感谢哈冠宏医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个睡眠呼吸中止障碍。那今天非常谢谢冠宏医师，那这里超级抱抱，明天再讲时间再会了，拜拜，拜拜。